哥姐妹啊，千万别再上当受骗了，不要再去拍别家有颜粒的干豆皮了。咱家这款无颜粒的干豆皮啊，也开始卷起来了。之前呢，16.8拍三斤的哥姐姐啊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六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一卷到底啊，卷到了12.8，给咱发三斤。另外老弟呢，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1.8给咱发三斤干豆皮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干豆皮呢，配料表特别干净啊，只有大豆粉、食用盐还有水这三样啊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干豆皮呢，不会说拿那个盐粒给您充分量啊，就是足足的三斤啊，都是干豆皮。看一下下面啊，都是特别干净的。像咱平常呢，可以凉拌吃，可以炒着吃，可以煮着吃啊，可以涮火锅吃，怎么搭配呢，都是特别好吃。它的口感呢，就是 QQ 弹弹、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不失筋道的一个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啊，这高那高的，咱都可以去试试款干豆皮啊，因为咱家这款干豆皮呢，配料表特别干净，不含烂马七糟的成分。哥姐妹啊，现在呢，厂家都已经卷到了12.8啊，给咱发三斤。另外老弟呢，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1.8给咱发三斤干豆皮啊。厂家扣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楼单啊！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1.8给咱发三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